白燕姑娘，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两句话要说。啊，嗯，叔叔您说。我其实在外边等你时候，看了你半天了，我觉得你长得非常好看，体型也好，腿也长，皮肤白皙，啊。 你说你这么好一个姑娘，怎么就看上丁满意了呢？这丁满意，你这黑不出溜的那个头，我佝偻着个腰还没我高呢，又没钱，也不是什么好工作，啊，还带着个孩子，我真是觉着你们悬殊太大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是看上丁满意什么了，啊，你想过这问题吗？ 你看上丁满意什么了？叔叔，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。白燕姑娘，这问题你得好好想想。可是叔叔，我总觉得我不需要想这些，因为我觉得满意人特别好，对我也好。那他对我姑娘也好啊。这才证明满意人好啊。 而且也很幽默，所以我觉得他就这样就足够了，我不需要想那么多。哦，白燕姑娘，嗯，我闺女程璐啊。 像叮当那么大的时候，他妈妈就去世了。不说我是含辛茹苦吧，我也是又当爹又当妈。那真是他想要星星，我绝对不给月亮。啊，打小就给宠坏了，惯得自尊心非常强。18岁高考的时候呢，失败了，我就觉着我自己像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一样。我姑娘呢，几天几宿都不出门。 捂脸见人了，他觉着，最后决定了，一门心思要出国留学，怎么劝都不行，非要出国留学。你说我这是一个工人家庭，我哪有那么些钱，我供他出国留学呀？我就为了给他攒点学费啊！我这不才，过去的事儿不说了。 叔叔，你先别难过。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一个单身父亲，一个人带着女儿有多么的不容易。谢谢你。其实就因为这点事儿，我亲姑娘不认我了。 我都想过我自己，可能我的后半生，我就孤苦伶仃了。但是我没想到，我见着叮当，你知道吗？当我第一眼看见叮当的时候，我就觉着我自己的生命，我活着有价值，我没白活呀。 所以你说，你说我见着我外孙了，我不能让我外孙再离开我半步，我真的不能让他离开我半步。我要是把叮当带走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我干脆我就自杀算了呗，我死了。你现在你就是我的命啊！我求求你了，你能不能暂时不跟满意结婚啊？行不行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别破坏我们这个家庭，你让我们这个家庭保留住吧，行吗？我求求你。
叔叔，你别这样啊！你不是叔叔，您先起来。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。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。嗯，来了。白老师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现在啊正在医院住着院呢。但是呢，我现在也是睡不着觉。我想，您给我个三五分钟行吗？我跟您说点事儿。好，那进吧，进吧。谢谢您啊。白老师是这样，就是这个程大吉，他现在的这个情况呢，他一出来呢，他必须得到街道上去报道。满意不是在街道上工作嘛，哈，这个主任啊、领导啊也都不知道，连我们都不知道，连程大吉都不知道这层关系，你知道吗？谁都不明白，正好就把这个督导员的这个工作就派给丁满意了，满意正好管他，满意一办婚姻解除的这个事儿呢，这边就疯要死，一办哎他就疯就闹，现在就是没办法。他们街道上啊，现在正在准备提拔年轻干部。其实呢，上级领导啊，包括主任那儿啊，都非常满意。挺满意是吧？孩子有出息呢，对他们家啊。马所长啊，您呢也别跟我说那么多，我也听不懂。你这样，让丁满意赶紧把这些事儿都了干净了，变成单身了，咱们再谈跟我们家燕儿的事儿。是，您这么说是非常对啊，我也能理解，是好的，啊，那这样您看好吗？给我一周吧，一周时间啊，肯定在这一周里，我让我儿子把他这事儿办干净了，好吗？好。来杯水，来杯水，好好好。你看上东西啊？这是我最近补办的，这些离婚证明。啊，现在就差三个章，还有几个老邻居签名。哦，好，谢谢啊，不用谢。怎么了你？不高兴啊？没有啊。怎么了你？你肯定有事儿。谁欺负你了？哪有人欺负我呀？是不是你爸你妈给你压力了？有什么事你就说啊，说出来帮你分析分析，咱俩一块承担好不好？怎么了你？啊？离婚的事儿，要么先不办好不好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咱俩前面那么不容易都过来了，怎么你突然就变卦了？是不是谁又跟你说什么了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咱们俩在一块儿，别人好像特受伤害。谁受伤害呀？我告诉你，现在这样对咱们俩是最大的伤害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。你也爱我，咱们俩在一块儿是咱们俩自愿的事儿，跟别人没有关系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是给别人造成一些暂时的困扰，那都是暂时的、短时间的。偶尔有点雾霾，你还否定天是蓝的了吗？
我告诉你，这事谁说都没用，决定权就在咱们俩手里。除非有一天你告诉我说你后悔了。不是，但确实是有很多状况都没办法解决，可能是咱们俩缘分没到呢。你这话都哪儿来的呀，燕儿？你现在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是谁找你说什么了吧？谁呀？哎呀，我都说了没有呢，谁找我说说什么呀？我这不就一大堆的事儿都压得我喘不过气儿，我又想不明白。我要不然你走吧，你让我一个人静静行不行？我不想走，我回不去，我怎么回去？我你不走我走。行，我走，我走行了吧？我走。